接下来 mute tester， OK， 奶蓟跟蒲公英呢是非常好的抗氧化的这个产品，有肝炎的朋友 OK， 明白没有？肝硬化啦，肝炎啦，听懂没有？脂肪肝啦，只要跟肝有关系的，我们都可以推荐他们吃这个 mute tester， OK， 跟 dandelion。而且呢，它能够有很有效的增强重建肝脏细胞，明白没有 ？OK， 所以也就是说，肝脏细胞是唯一一个没有感觉神经的。你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，哎呦，什么事？我肝很痛，听懂没有？所以呢，肝癌发现的时候是比较晚期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他一发现有肝癌，他的存活率呢几乎呢是很低，而且呢前后就是6个月到12个月，有可能就会离开，撒手人寰。所以呢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这个奶蓟跟蒲公英给一些长期熬夜的朋友，你们都要推荐，听到没有？然后呢，如果你发觉到自己的肝不是很好的，你都可以吃。那 A B C 型肝炎呢，很在我们的这个科学室，这个有这样子的这个研究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服用了我们的奶蓟跟蒲公英，在6个月以后呢，很多人的这些 B 肝炎跟 C 肝炎呢，都得到良好的控制，就是这样。好 ，OK， 好。